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，广电5G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，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婆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徐伟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雷鸣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，他与我之前设想的爱情完全不一样，他越来越轻视我们的感情，从来没有把我当回事儿。他一点也不理解我，只知道一味的逼迫我，他的心口不一，让我不得不谨慎地对待这段感情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我们能有更好的未来，可他就是不相信我，对我充满了质疑。他为什么不愿意理解我呢？他做事没有定性，给不了我足够的安全感，经常以孩子为借口和前妻频繁联系，我也不知道还能和他坚持多久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王先生42岁，来自天津，网约车司机；赵女士51岁，来自天津，酒店员工。有请，欢迎两位哈，都是有生活经历的人是吧？ 是。怎么认识的呀？我开网约车的啊，他打我的车，手机拉我车里头了，之后他拿手机来，一来二去我俩就熟了，认识了。然后你就开始追，追了多久啊？追了1年零1个多月。呵，不容易。那现在谈了多久啊？我俩前正谈着，就因为点小事儿跟我闹别扭。啥小事儿啊？因为他年龄比我大9岁。嗯，我认为我还是个小鲜肉，应该他得珍惜我才行啊。他现在不，他不珍惜我，啊、他嫌弃我。我想让他进入到我的朋友圈里头，他不想进入到我的朋友圈。是这样吗？他觉得他是小鲜肉，我觉得他是个老腊肉。我不想融入他的朋友圈。为啥呀？我有一次朋友聚会，我带他一块去的。到那时候他也不说话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告诉我他头有点不好受。我一看我着急了，我一看我给打了120，给送到了医院。到了医院一检查，啥事也没有。当时啊，我确实这两天身体不舒服，感冒了，然后我不想去。嗯，他呢非让我去。嗯，去了以后呢，看着他们一大帮朋友大吃大喝的，也没人理我，然后我血压就上去了，他还给别人夹菜。然后就把我120送到医院了。呵，这个心也太大了吧！就夹菜没给您夹，您就把自己弄得血压上升120到医院啊？当时啊，我们相处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不吸烟不喝酒。嗯，当时我看出这种情况呢，就是截然相反，他就大吃大喝，既抽也喝是吗？对。那您这不诚实啊？是，我是不抽也不喝酒的啊，因为我朋友。要我是实在驳不开面子，所以我就喝了点酒。他也不劝我，到劝我的时候，我这不就不喝酒了吗？哈，还就这为这点小事就来了，而且还不贴心对我。我不是不贴心，他老家一个表弟，生能天天来玩，我带他去一块儿去开车去接的。接完之后也不介绍我，告诉他表弟说是我是个网约车司机啊，我给他送到酒店，下车了，告诉我师傅你回去吧，受点累，谢谢。我也不知道我在他心里头是嘛。哎呦，这够伤人的了啊！这对象还是情侣关系，还是普通朋友都不知道。对，您给人付车钱了吗？付了。您收了吗？收了。那可不就师傅您回去吗？对呀、啊，那我也不能不收。那你就应该不。为什么不跟亲戚介绍说这是我男朋友呢？我老家那边比较传统嘛，然后我俩相差年龄比较大，我有压力，而且老家那边我也不想让他们这么早知道。哦，而且他还催得急，老催我，我跟家里也没法说，太早了。哦，就你想跟他结婚了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哦，难怪人家遮遮掩掩的。除了这个不满意，您还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他也不考虑我的感受，对我也不贴心。我怎么会不贴心呢？你上班下得太晚，我去接你去，完了之后你还跟一个同事说我是他的一个远方的亲戚，也不愿意介绍我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他眼里到底是吗？对，老家的人不能说，同事为啥也不说呀？我不想跟同事说，让单位说闲话，因为我们相处时间太短嘛。
还需要慢慢渗透。得嘞，今天一上了我们节目，这单位也好，家里也好，基本也就都知道了。还有啥呀？这叫不承认我的身份，对吧？还有他侮辱我的人格，他说我干妈妈不行，吃妈妈没够。我确实是比他稍微的条件稍微好点儿。我有两套房，一套房是租出去了，第二套我自己住的。嗯，我开的网约车，其实我条件也行。你网约车一个月到底能挣多少钱？能挣个五六千块钱。没有玩命跑是吧？啊，对。一套房吃房租，对，自己住一套，再加网约车，对。您觉得够了？我觉得稍微还行点吧。挺好。就是挣多了挣少了无所谓。哦，开车就是玩。对对。啊，那乐呵乐呵就得了。行，那他怎么侮辱您的人格了呢？我说你说错了吗？你找个兼职当保安，然后两天就让人辞职了。是，我确实当过保安，因为我跟他生气，他一不接电话，二不接微信，我心情也不好，跟业主稍微闹起来了，所以经理给我辞退了。这个要去当保安做兼职，是他要求您去还您自己去的？我自己去的，因为我想给他稍微再多挣点钱。还挣啊？啊，我的天，那不是挺努力的吗？因为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，他都干不长啊，然后又找了一份送菜的工作，结果呢，人家晚上玩游戏，早上起不来，又被人家辞退了。是主持人，能这么说？我是一不喝酒，二不抽烟，嗯，玩点游戏也不犯法。是不犯法，啊，行了，这听明白了，就是嫌他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上进，对吧？你觉得四十郎当应该还向上冲一冲。他现在有点躺平的意思啊，听懂了，啊，还有别的让您不满意的吗？今天就都说了吧，就是那个，孩子抚养费的事儿。主持人，您想，我是离婚的，结婚14年，离婚了两年多吗？3年啊。我有个闺女，闺女刚4岁多，其实说白就是我老来得子吧。啊，其实那两个孩子夭折，等于一共有3个孩子，两个夭折了。对。这是老三，这是老三，说白就是、也是说白老就一个吧。啊，完这孩子呢，我感到我有点心疼孩子，孩子太小。这为什么离婚呢？因为两口子经历这么多事儿。不是，因为我跟我前妻怎么说呢？因为他的老娘嫌我挣钱少。啊。光跟我打架，说我养不了家。不是挣钱少哪来的两套房子呀？这两套房呢也是我们老爹的，就是等于家庭条件还不错。哎，那还行。但是丈母娘就觉得您也是不上进。哎，对，也不上进，影响你们夫妻关系。影响夫妻关系。行，咱就不说了。抚养费怎么了呢？抚养费呢，其实说白的是我离婚了之后有孩子，每个月不得给孩子抚养费吗？啊，法院判的是给1000块钱。嗯，因为我确实是想孩子，我就给孩子稍微多点了，他说我给前妻了。哦，如果说因为孩子给孩子这点抚养费，我肯定是没有意见。但是他呢，给了前妻了，等于是养着前妻。不是，他不给前妻，4岁的孩子也花不了啊。是啊，前妻没有工作。哦，您认为他多给孩子的抚养费是他在养着他们娘儿俩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他是这么想的。啊，其实呢，我就是心疼孩子，所以您是觉得他跟前妻也没断干净，是吧？对。还有呢，就是他跟前妻私下里联系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看前妻，一单位不景气下岗了。我稍微条件稍微好点，我就想说资助点他，给点多给点，他就稍微了不平衡。啊，明白了。我说个题外话啊，有没有想过跟前妻复婚啊？一时半会儿是不想跟复婚。因为怎么说？因为这事儿还不好说。我看他就是想复婚。确实不想复。就是，其实要说没感情也是假的，是吧？但是复婚不太可能了，所以现在主要就是照顾闺女。啊，对，感情是没有了啊，跟前妻感情是没有了啊。因为我这是孩子太小，我是有点心疼孩子，确实真受不了。行吧。那这个听明白了，相当于一个月挣个5-6千块钱，大概有3-4千块钱是要给闺女的，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没错。所以留下的比较少。小孩子啊，所以心里难受，反正都是啊。这一个月看几回孩子呀？我隔三看，我有时候看完网约车，有时候没嘛事了回去看看去。经常看？对，我们前妻不让我回去睡。不是你都跟人离婚，当然不让你回去住了。而且那个最可恨的呢，他说他还在那儿前妻那儿住了两天。
他说我在那住两天，因为我前期没有工作，所以我想给他找会活，他孩子没人带，他有带孩子经验，我一看见我跟他商量，不行你帮我带吧，带可带了，他没带好发烧感冒。我一边带孩子一边上班，结果呢我就把孩子搁休息间了，孩子可能是睡着了有点着凉，也有可能是那个吃多了积食就有点发烧，他就不依不饶的跟我闹。那你也不能这么带孩子呀，你要把孩子当自己亲生的带呀，哪有这么带孩子的。我也不愿意啊，我愿意他生病吗？是是是，这亲妈带也有可能生病。基本听明白了，就是通过这个相处您发现他并不适合您，对吧？对，那就分手吧。是想分手。想分手，您不愿意是吧？我是不愿意。对，他这人还不错。那您是想找一个人帮您带闺女儿呢，还是说我就想有一段我自己的情感生活呢？我就是为了想自己的情感生活。但是我看您还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希望对方能够帮您带孩子嘛。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您就得找一个愿意带您闺女儿的、接受您闺女儿的那位女士，可能更合适，是这样吧？对，没错。但是显然这个大姐好像不太合适哦。那干嘛要挽回啊？我舍不得我们俩这段感情。我是好心好意的愿意帮他带啊，但是他埋怨我呀。明白。我再问问啊，您会嫌他收入少吗？就现在这个收入情况，实际上面您房子租出去一个月收房租能收多少？2000多。您觉得这个能让你们有一个您想要的这种生活吗？他收入不多，但是他压力大呀，又给孩子抚养费，然后还管前妻，还有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那我听明白了，就是您觉得他的生活状态不积极是吧？对，没有上进心。哦，那他那些朋友你也见过，您觉得朋友圈子怎么样？朋友圈子都不搭理我，他也不给我介绍。那您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孩子大了还是怎么了？我现在孩子结婚了。哦，孩子都结婚了。对，没负担了。没有负担。你们没住在一起吧？现在没住在一起。未来怎么考虑的？如果有未来的话，他想再考虑考虑，还没考虑好。我也想就是想让他接受我。听明白了，就是这情感摆在这儿，丢掉了呢，觉得有点可惜。对。然后呢，要再往前走呢，又困难重重。我再问您一个事儿，您带着他家的孩子带到工作单位去带，同事问您这是谁的时候，您怎么介绍的？朋友的孩子。所以女生压根儿就没有看上男生，再加上又了解到男生有很重的经济负担，因为要对闺女儿负责，所以这个就说不清楚了。这钱是给了闺女儿，还是既养了闺女儿又养了前妻？这是人家的心里疙瘩。但是您却认准了说，虽然大姐年龄比我大，但是好歹她疼人呢，万一闺女儿以后有个什么需要照顾，她可以帮您照顾。对，所以就不放，是吧？对，那听懂了。各位老师们，看看该怎么办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年龄它只是岁月的印记，而不是成熟的标签。男生刚才讲，我比他小9岁，我应该在他眼里就是小鲜肉。但是大姐姐根本没有把你当小鲜肉，在爱情当中，她也渴望着自己的对象，哪怕是比我小9岁，把她当作小女生。每个女人的心计都是一样的，关键的核心是，大姐内心有没有把你当作走向婚姻的那个恋？你们的关系，她不愿意告诉自己的亲戚、同事，很显然。他并不是自卑自己比你大9岁，恰恰我认为很有可能大姐您内心没有接受他，甚至也有点看不上他。没有上进心啊。上进心的背后，那就是你看不起他呀。另外说到您和前妻和自己的孩子，我非常支持你这样做。孩子这么小，妈妈下岗了，在约定协议的抚养费的基础上再多给一点，这算情分，这也算亲情，我认为是无可指责的。您说的没错，即便这个钱有一部分可能支撑起下岗前妻的生活，但是支撑起他
他更有心，更好的照顾你们共同的女儿。所以最终是花在女儿身上，错就错在既然已经离婚，怎么可以在前妻家住几天？何况你已经有女友，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？本身她对你的那种爱可以说是比较迁就的，在这样的一种迁就当中，她更加断言你并不是和她可以走向婚姻的那个人。即便你比她小九岁，你们的爱情也应该是平等和平衡的，但是现在看起来不但没有平衡平等，而且落差很大。都是成年人，都有过一段婚姻，我想更加务实一点，本身再婚比初婚它更复杂，更具有挑战，没有必要把时间花在这样的挑战上。所以我建议你们今天就在爱情保卫战两个人友好的分手。谢谢。这位兄弟啊，你追了一年多，一直到今天你也没追上他。你本来以为自己其实是有优势的，因为你比人家小九岁，但其实不是优势，恰恰他认为你现在应该是四十出头的年纪，应该是事业的上升期，但他没有看到，同时在你身上给他感觉是一种暮气沉沉，压得你喘不过气来，想去找一个帮手帮你分担的这个诉求，所以他当然不会接受这段感情，因为这份感情里面含着一些他现在承受不了的责任。因为你们之间其实没有太多的爱，而你呢也发现了原来我的小九岁这不是一个优势，你还挺不适应。我问你几个问题啊，如实回答。如果你的前丈母娘不在了，你会不会复婚？不会。为什么？我丈母娘在去年七月份就已经不在了，也跟以前有艳阳，所以就我不愿意复婚。但是我认为啊，你现在此时此刻你的状态，你两个角色你扮演不好的，一个角色是父亲，一个角色是一个新的感情当中的男朋友，两者你不可能同时扮演好，所以先集中精力吧，集中精力去扮演好一个角色，就是父亲。因为在整场当中看到你的感情的流露，就是孩子都是成人，知道你做的目的是什么，所以不要耍小聪明，不要在真情方面去做一些伎俩，有些别样的目的就不纯了，好吗？好，做好你的父亲。谢谢，你应该是一个好父亲，好吗？好，可能跟这位大姐是没有做男女朋友的这个机会了。就这样，一说到孩子，刚才我们王大哥就忽然之间就挂眼泪了。你肯为这孩子做任何事情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来之不易嘛。你孩子四岁，对吗？对。他八岁的时候忽然间跟你说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妈复婚啊？四岁，因为他说不出来。因为八岁的时候，那个你肯为他做一切的宝宝，你跟我妈复婚吧？我也不可能复婚。那我不开心，我哭。我肯定不能复婚，因为有两次艳阳。所以不是这个，您现在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你对面我们这位大姐，她可以想一下，我这男朋友为了他女儿什么牺牲都肯做。今天女儿没提这要求，但女儿会长大，有一天女儿长大了，前妻那边又没着没落的，女儿出面跟亲爹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妈复婚，那时候我的保障在哪儿？有这想法吗？大姐有这想法。对，因为你一说到孩子那真情流露，你肯为你孩子做一切。对，所以人家有顾虑很正常。而且你这人不讲理，是你给前妻找了一工作？对，你给前妻找了一工作，让前妻去工作，凭什么让我们这大姐一边工作一边带你的孩子？她亲妈你给找一工作让人家干活去了。我结了婚才是继母哦，
我现在得一边工作一边带你和你前妻的娃，你还嫌我没带好，你公平吗？不公平。不公平吧？对。宝宝在他那个工作单位那个地方一着凉一发烧，你当时就急了，你生他的气公平吗？不公平。娃该谁带？该我自己带。该亲妈带。亲妈凭什么可以工作不带？他还不是继母呢，所以这事儿不公平，在人家心里是个坎儿哦。然后还有一点，我不需要你回答，就是那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跟前妻复婚？因为你不想去做一件你注定做不好的事儿。对你的四岁的宝宝得对他多好才算好？有尽头吗？有多好就得对他多好，有多好都不嫌好吧？对，没错。对吧？对。他做得到吗？他正在拒绝做一件他注定做不好的事情。他做了你也嫌不好，他做好了你嫌不够好，因为对那个宝宝多好你都不嫌好。他能不能拒绝做一个他注定无法做好的事儿？就跟你拒绝复婚一样。对吗？对。你要求他承担的第一个难度太高，第二个并不公平，而且要好多年。你的宝宝今年四岁，在十八岁成年之前还有十四年，这十四年你的宝宝他的花费会越来越高，但这个时候作为你的女朋友他还剩下什么呢？道理讲清楚了，我相信你喜欢他是真的，但是他发现你期待我做的，第一我永远做不到你满意，第二他亲妈可以工作，我得一边工作一边带娃，第三接下来十四年你对孩子的付出只能越来越多，所以赵大姐开始啊，算了吧。我解释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嘞，谢谢。在台上一个父亲在那边抹眼泪，很让人动容。在这个舞台上我可以跟绝大多数人共情，但您的经历我不敢。您是经历过苦难的人，您的苦难其实是把你打垮，打垮了之后又因为有闺女存在嘛，所以又站起来一点。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，不从情感角度，我觉得从人生的角度上来说，你现在不能垮。为什么不能垮？你闺女才四岁。这位大姐站在这边，虽然她对你确实有些苛责，她确实没看上你，但她说的有一句话是对的，您没努力，因为您垮了。我能够感受到你怎么在生活里面怎么被打垮，但是现在需要站起来，您需要挣更多的钱。为什么？为闺女去攒钱。您得让闺女知道自己的爸不是一个被打断了脊梁的男人，我是一个堂堂正正能站着，能让我闺女能过上好生活，能您想她想读的书都就能读上，想学的东西就能学上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努力？我们努力不是因为贫穷，而是我们想脱离贫穷。我们为什么努力？我们努力不是因为上进，而是有更高的目标。我们努力是因为想有一些爱的人，我们想看到他们高兴的笑容。这是您未来的生活，不是谈恋爱的事儿，也不是其他的事儿。您不能再垮下去了，是要勤奋。这个勤奋是因为你心里面还有那么一点挂念的人，这个挂念的人是你这一辈子就最后的心血，不能让他有任何的失望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真的努力好不好？好。你才四十多岁呢。谢谢老师。哎，大姐，我跟您也说两句，我觉得你们感情啊其实真的是没建立，但是呢我觉得你身上有一个问题，不是情感的创伤，而是爱无能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现在只能接受别人爱你，你付不出爱。今天不管他做什么，做任何事情你都不会满意的，换任何一个人你都不会满意的。今天这个人就算挣一万挣一万五你也不会满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敢。我们是因为受过很多的创伤，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敢再往前跨一步。但是你要想啊，当别人爱你的时候，你付出的那一点点的爱其实也是对你自己的支撑。你未来的生活不需要一个爱人支撑你吗？如果你需要一个爱人的支撑，靠别人单方面的对你好能支撑得住吗？虽然爱是一场冒险，但如果你需要有人爱你的话，这场冒险是必要的。我不是在撮合你们，
所有的事情你都回头想一想，这个男人够不够，对你够不够好，他对你付出的是不是真心，或者下一个男人他对你付出是不是真心，你究竟能不能把自己内心的慌张恐惧放一放，也对外付出一点，这不是在拯救别人，这是在拯救你自己，否则你这一辈子将没有人真正的会爱上。就这样，你会发现在他最核心的问题上，他都给别人留了充分的余地，是去世的丈母娘也好，还是前妻也好，对吧？对，那就是说他很善，这男人至少是善的。但是其实刚才雷老师分析都非常现实，所以大家考虑的是现实，没有人说您不好或者怎么样啊，我们考虑的是现实。最后我想说的特别简单，可能在这个人生阶段，大概您真的没法去谈一场恋爱，你现在需要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你才有可能引起一些女性的关注，让别人发现你内秀的品质。大姐这儿没什么好说的，她的选择是正常的，就陆琪老师说那个话嘛，您还有没有那个能力去爱。我倒觉得理性的分开挺好的，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六十秒。其实我想啊，让你能接受我，我确实是比你稍微小点，我也想跟你踏踏实实过日子，你也能感激到我对你这份感情确实很不容易，我想让你珍惜我，谢谢。其实我们一开始感情特别好，但越来越不是那个意思了，我越来越累，心特别累，付出那么多也没有得到一点回报，得到的是你的埋怨。我不知道以后我们还怎么往下走下去，茫然了。挺难受的哈，这个谢谢两位，请回请回请回，谢谢你们。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预测一下吧。双不出，我觉得男出女不出。我也觉得那个老王的歌还会出来。哎，男出女不出吧。来吧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。瞧不起我了，还说我窝囊不爷们儿，我希望他能鼓励我支持我，但是他总是看不到我的好。我本来想找个依靠，可他现在辞职在家躺平还吃我软饭，跟他在一起我的压力很大。他一点主见都没有，什么事情都只听结果，还总是鸡蛋里面挑骨头，在他眼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。他太不负责任了，而且他的固执自私让我越来越反感，跟他在一起看不到未来的希望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
男嘉宾小胡27岁，来自天津待业。女嘉宾小张26岁，来自天津待业。欢迎两位哈，高中同学是吧？对。高中那会儿就谈恋爱吗？我俩高中那会儿就是同班同学啊，然后大学时候呀、又同所学校。那会儿啊，我觉得我跟他就挺暧昧的，但是说暧昧，就是挺暧昧的啊。但是我兜里没钱，我没底气。他呢，对我态度又不明确，整得我就觉得没有信心了吧。结果上了那个上班之后嘛，挣点钱了，腰杆子也硬了嘛，我说主动追他试试吧。然后追完，我们俩就在一起了嘛。行，你们俩这资料卡上写，现在两个人都待业，是个什么状态啊？就是我这个辞职了之后，我想换一份好点的工作，现在一直还没找着了。还在找工作的过程、这个时间有多长了？我是去年10月份离的职。您呢？我是上个月。为啥？他那回跟我赌气，一怒下也没跟我商量，把工作也辞了，就跟我待着。我俩比赛待着，现在。比赛待着。今儿为什么来呀、他现在就跟变了个人赛的。哦，我们俩感情之前特别的好啊，就自打我一离职了啊，就在家里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，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得数落我，整得我现在我就憋屈死了，我都快抑郁了我。您看我这么大岁数，我白头发都有了。啊，才这么大岁数，白头发都有了。就是他工作特别稳定嘛，收入也挺稳定的，然后我觉得就是特别好嘛。然后他一声不吭，说辞就辞了。辞职算是你们情感开始出现裂痕的一个导火索，这是你认为的是吧？对。女生是埋怨，确实对这事儿埋怨。因为你觉得他那工作相对稳定，收入也稳定，干嘛要辞职？对，核心是没跟你商量。对，我觉得那工作特别好。这算是一大问题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就是刚才他说的嘛，我毕业之后我就进一家事业单位啊，我一直做了4年了。我觉得我这么点岁数，我应该多闯闯，多看看吧。啊，对吧？最起码有个自己的事业，之后他在家待着不更消停，更稳定了吗？他呢，不支持我就算了。一直在旁边说风凉话，逮机会就塞我两句，弄得我呀，我真的憋屈死了。他知道我梦想是当家庭主妇嘛，因为我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就是想在家当全职太太嘛。然后他一下子把我坑给占了，这让我咋办呀？那你就先工作，让这占着坑，等到把这坑给你挪出来了，你占多长时间了？这都。哦，所以你就辞职了？我不一直也在找呢吗？啊，不没找着吗？好，这事儿听明白了啊。职业规划产生的这个情侣的冲突，还有什么让你们冲突啊？然后我找工作时间，然后我在家学点中医吧。啊、结果呢，他还说风凉。学什么？我学中医，我平时爱看个书，看什么《伤寒论》了，《黄帝内经》了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啊、结果呢，到他这又不行了。你这么大岁数，你不务正业。你每天就看闲书。他这个中医他是从离职之后开始学的嘛、然后他学他又不能养家，他找工作又不找关于医学的，然后他这中医还跟前女友学的，您说气不气？这现在还有藕断丝连呢，搁这儿他这太无理取闹了。他就不是你们俩谈了几年了？我俩谈2年了。他中医是跟前女友学的？对，他前女友。你不是说他离职之后才学的中医吗？离职之后他跟他前女友有联系啊。他就小心眼儿，他这人。因为我身边就只有我前女友还会医，他呢就揪着小辫子不放。那想学怎么不能学啊？就找你前女友。他上次发烧脑一疼，那我给他扎个针灸，他觉得还挺好了。你都给他扎了？对，而且我还有照片了，我还带着了，看看。火，你就真敢让他扎呀？那他平时学的时候还拿我试手，说这个更来气。你拿我试手还跟前女友学，越想越生气。这跟人家有嘛关系？那不我为学这为咱们好吗？他说的核心是你可以学中医，别跟前女友学，是这意思吧？他就老拿这说事儿，整我现在就憋屈死了，我就干嘛？不是你有啥憋屈的呀？工作是你自己辞的吗？是我自己辞的。OK 啊，现在没有找到工作是你还是他？是我呀、是你。对啊，对，人家没有阻止你的爱好，你愿意学。但是他总说风凉话呀。可不是嘛，他要跟他前男友学中医，你愿意吗？那我肯定不愿意。为啥呀？谁还没个吃醋的时候了？但他总拿这说。人家就不能吃醋？太过火了，差不多就完了嘛。这个过，这个过，明白了。在生活里比较压抑，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跟前女友有牵连，所以现女友心里吃醋了。对吧？对，还有什么痛苦都说了。然后我现在没进项了嘛，然后呢我自己买车到他这儿，现在就不让我开了，他说我不配，说你现在挣不来钱，你开嘛车，怪费油的啊。就那车是我买的，我攒4年，我就买了 UV， 它是有点费油，那我出去他也方便呢。不是，这车不开放那儿不就坏了吗？他做给他闺蜜了，
月给500块钱，他我觉得他就不是冲500块钱，他就拿一事寒碜我。你把他买的车出租了，就给我闺蜜也开了吧，友情价1个月500。那要在路上，您说是伤个人碰个人，这责任怎么办呀、啊？他不一点都不考虑啊，不过脑子就给人家。我不想着也是一个月有点进程嘛，然后买点吃的什么，块钱不也松一点吗？你不纯寒碜我吗？不也是为咱俩想吗？你就总是说我，你就寒碜我。500块钱，你大老爷们干点嘛你挣不来？行行行，干点嘛挣不来？来接着问你啊，嗯，这车确实租给闺蜜了，现在还租着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我腿着吧，怎么办呢？他又不工作，开车干嘛呀？他出过门，我是不是可以送他？他下班下雨了，我是不是可以接他？没事，人家现在不是在家里跟您比躺了吗？所以无所谓嘛，不需要了。行，这事儿我们也给他记下来了。还有啥事儿？还、有，我俩现在一直合租嘛，合租啊，之前房租我能挣来时我出啊，然后这两月我那钱花也差不多了嘛，然后他就老本没了啊，他就交两月房租嘛，我那房东呢，他人比较细致，每个季度收租的时候来现场看一眼，觉得我住挺干净的，结果他呢，跑房东那儿说我去了啊。说哎，你看他这窝囊废，就天天在家躺着啊，那我就吃个软饭。你说他能说出这话，多可恨的这种人！你看他这个态度，我说的几句怎么了？你就是在家待着。那你跟一般人说的什么？他能给你解释什么？你就是在家待着。那我一大老爷们，我不要面子吗？你这么说我？哎呀，这个事儿跟房东说了，是个男人，确实脸上有点挂不住。我也需要发泄嘛，那搁他那儿，他老不光跟房东说了。我们出去跟朋友吃个饭喝个酒还说了怎么难听怎么说我呀，哎呦我心里这憋。谁叫你辞职的？那我不也想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我不也想换好工作。主持人您知道吗？就他跟我朋友还炫耀，按男人在家主持家务，然后操持家务，我说没毛病，多好呀。 你快打住吧，这哪有男人这样，一点事业心都没有。我在家，而且他干活还哼着小曲那种干、现在给我一种感觉，就是他特别享受在家待着，一点都不上。哪就享受？我享受，我就待着不嘛也不干，我就躺着了。这样你都心里都有问题吗？你看，他哪有几个男人这样？别急啊，让他说完你说行吗？好吗？行。你现在在家里做饭？对，他那会儿还没辞工作的时候，我就给他做饭。做饭一天3顿饭做的，我觉得我做的还怪不错，都是我干的。我辞职之前呢，他就100斤。现在您看他白白胖胖的120多斤了。结果呢最可恨他说嘛呢，你就想把我喂胖了让我跑不了。这样话能从他嘴说出来，我真的。您就看说他老说我挑他，您看他现在也不也在挑我。然后呢到朋友那儿呢，他说他压力肥。怎么压力肥？他说现在他一个人挣钱俩人花，压力特别大。你是特介意这个是吧？那赶紧找个工作不就完了吗？那我这找不着好的，我不白辞了吗？他就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看他现在又啥都养不上。好，不吵了，接着再问点正经事儿。你们俩谈恋爱，父母知道吗？知道。同意吗？同意。两家父母见面了吗？还没呢，但是是这样啊。我爸我妈平时都挺挺我的，我上面是两个姐，我的就是老小。好嘛，就偏爱我吧。有靠山。他们老两口说，要不。出国前你俩买房先把婚结了吧。哎呀，这父母啊，你看看。结果呢，到他这儿啊，他整个就一甩手掌柜。然后呢，我那还不行，他得听他父母意见。我带他父母看房，看了7-8套了。他父母不是挑这儿就挑那儿，要不就采光木房，要不就学区房。那买房那么大事儿，不得好好挑挑吗？那房不咱俩住吗？那咱俩住就把咱俩住的那个屋子挑好不就行了吗？再说咱俩怀孕之后结婚的话，那个父母不还得过来住吗？给咱看孩子吗？住的时间总归没有咱俩长吗？你什么都听他的，而且你又卖不完。那他不是也为咱们好吗？而且啊，他呢还让我去把双方父母搓一块儿，说谈彩礼谈嘛的，然后他。妈也不管，就把我家中间了，两头的我都不讨好。不，这房子现在看定了吗？没有啊，等于未来的丈母娘和丈母爹没看上。对对对对，谁出钱啊？我这头出啊。为啥他出钱，你爸妈做主呢？那主要是我想让我爸妈过来看孩子嘛。哥，这俩人小算盘打的哈，不是你的理想是家庭主妇吗？不是该你自己看吗？那我看孩子肯定让我父母啊，我自己看。对对对，所以你那个坑里面是给你爸妈留了一半的是吧？而且呢，他就把我家中间了啊，我这两头都不讨好啊，整我现在压抑委屈死了啊。然后呢，他又嘛也不管，整个现在给我整的就是我跟自己谈恋爱赛的，所有事都是我在跑。之前我头发就白一点，现在一看我就谢顶，我就掉头发了，开始，我是不是真的我快不是快抑郁了？什么叫所有事都你跑啊？他嘛事儿不管啊，房子不管，彩礼不管，而且啊，
之前他父母那会儿不是这么说的，我那会儿还有工作了，他们说的彩礼嘛的就你们看着给就完了啊。但是自打我一辞职了啊，彩礼也有数了，房子也有要求了。彩礼多少数？彩礼10万嘛。爸妈给吗？给是肯定给，但之前的不是这么说，他态度转变让人难以接受了。现在落难的凤凰不如鸡呀、啊，对，我在心里是这个感觉是吧？就开始针对我了啊，就看我挣不来钱了。那咱这婚还结吗？要我说呀，干脆咱俩谁也别动脑子，把婚不就完了吗？想去旅游，来个旅游结婚，然后再买个钻戒，过个那个结婚冷静期之后，那个、房子要乐意买再买不就完了？什么叫结婚冷静期？那现在离婚有个冷静期，我觉得结婚也得来个冷静期。过两年之后冷静完了，就先磨合，磨合好了，对，咱再买房。对。这你同意 吗？我不同意啊，然后之后觉得我不合适再换，我啥也没到，一点保障都没有。这跟骗婚有什么区别呀、啊、这怎么接受呀、啊、两年了一点信都没。这是个男人也不能办你这事儿啊。到现在他还能从嘴里说出这种话。好好好好，接着问，现在你也没工作了？没有。那你们俩就靠什么生活？之前存了一点。这个不总有一天他会坐失山空的吗？空了之后有什么打算吗？对，我也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、因为嘛呢，那天我俩逛街去，他呀看上榴莲，那会儿榴莲正贵，那么大一榴莲300块钱，我又没进项，他又不管钱，把钱说我这儿，虽然没说没多少吧，那我不得精打细算点吗？过日子，我说咱们等便宜点再吃行吗？结果一下火了，赌气回家了嘛。我一年才想吃那一两回，我又不是不让你吃，就那一两回又不是每天都吃，你都不给我买，你还搁那儿跟我吵。我不跟你说这，然后呢，回家之后没过两天也没跟我说，哎，把工作辞了。我说怎么的呢？他说呀，我呀上班跟同事特别的不开心，我每天上班我也心情也不老好的，我想在家歇歇。那我能说嘛呢？正好俩人都在家待着吧。啊！结果呢，这一待着好，更坏事了。俩人睁眼开始就打架。上次我给洗个衣服，我就没注意，衣服掉色了，把他衣服给染了，就不行了，就跟我打呀！哎呦，你看待家一年了，还把衣服洗错，他就是针对我。那谁还有没有个失误的时候了？那我总不能每件衣裳我都看看的，对吧？晚上呢，洗个澡，毛巾用错，又跟我打，这一天吵两回。这个你们双方父母知道你们俩现在的状态吗？知道了，我就找我姐姐看看能不能帮个忙，然后出个主意嘛。正好我姐姐在深圳那边啊开一个记账公司，我俩之前又都考会计证，我考过，但是他差两分没过。你就直接说他没过就行，别强调啊，别强调。就搁这喊他就没过啊。然后我想着，要不我俩先过去，我在那边先赚钱，他在那边复习啊，把会计证考过来，我俩一块在那赚钱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哎，好主意啊！但是呢，他又不行了，为啥不跟我走？整个天津他都找不到一份工作，您听听这合理吗？他就是不上进，投靠他姐，逃避问题。他要有能力又能投靠他姐，有什么不行的呢，姑娘？他这人就恋家，他就不舍得出去走。恋家是真的，天津姑娘不外嫁是吧？再说我也是独生女啊，他家那么多人。行，那他要自己去深圳，你同意吗？他不同意，我要走了，他在这儿，我俩不异地了吗？那不更完了吗？所以今天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确实我不知道怎么办。那就在天津找一份工作，挣钱少点没事儿，你接受吗？我接受。那我不白辞了吗？我之前不也挺好的吗？那我不想找个更好的。谁让你辞的？我呀。你辞之前找好工作了吗？你看吧，他搞裸辞。行，事儿听明白了，谈了两年，现在男生在事业上遇到了一个小瓶颈、小阻碍，应该怎么发展？两个年轻人不知道了，折射到了自己的情感当中，这看着就要奔分手绝尘而去啊！来吧，老师们，你们看看该怎么办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在这一年，你负责赚钱养家。他负责貌美如花，可不嘛。而且这一年，作为一个男人，软饭吃的坦坦荡荡。如果一个男人成为了一个女人的责任，我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认为对我们男人来说，这是一种耻辱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点，在一年前，有稳定的事业单位的工作，您说辞就辞。那时候已经有恋爱对象，你尊重过他的知情权吗？两个人为什么不好好商量？如果这样决绝的辞职，
至少自己内心是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的。但您倒好，回来以后就躺家里了。我坚决不信这么一个以前很能干，单位如鱼得水的年轻人，在天津这么大的一个市场，一年找不到工作。不是找不着，但是 是没有更好。哎，对，高不成低不就。现在您看，在他面前，您的自尊心面子荡然无存。您到现在也好，一年以后您不堪重负了，看不惯了，然后自己也辞了。我不知道你这是一种倒逼呢，也同样是同归于尽，破罐破摔呢。那凭什么他成天在家还那么闲呢？他就是觉得我这几天吃的不开心，凭什么他那儿享受啊？那不能这么赌气呀、啊！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怎么办？我个人建议很简单，重拾信心，重回职场，重新担当起男人的责任和义务。不要认为我此刻在家里很安逸很舒服就心安理得，做男人的不能不劳而获，我们更应该有上进心。谢谢。你们俩一个27一个26，可惜啊，可悲啊，有什么资格谈恋爱？有什么资格谈婚论嫁？有什么资格去买婚房？男生说句实话，你工作是被开的还是自己辞的？自己辞的。不信你为什么要辞职？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？那年轻人总得有自己的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梦想自己当老板。对，然后你呢？创业了吗？去尝试了吗？没找到好项目呢。那你没找到好的项目，你为什么要辞职？你的底气在哪里？在你父母身上吧。在谁身上不重要，但他一点都不支持我。在谁身上怎么能不重要？你就是在所有其他人的身上，就不在自己身上。好高骛远，你不有辆大车吗？你去开专车。我告诉你，每次我来天津录节目的时候，我都跟司机聊天，他们很辛苦但是很开心。为什么？一个月快车能赚1万到2万之间，要找一份工作太简单了，你不愿意去找。你哪要去深圳去投奔姐姐？明明你就靠不住自己父母了，也靠不住他了，赶紧去靠自己姐姐吧，去做寄生虫啊。你呢，又何尝不是跟他一样的人？我想做家庭主妇，那是我的梦想，结果我的坑被占了。然后怎么样，自己随便找一个借口也破罐破摔了。你们俩有什么资格谈恋爱啊？你父母同意你跟他在一起吗？不太同意。当然不同意了。你以为你父母是没看上那房子吗？你的父母看出了这小伙子的真相，靠不住，所以不去看房子了。你们俩根本不独立，意识不独立，经济不独立，谈什么恋爱啊？还敢去结婚？赶紧分了吧。就这样，我坚定地认为他们俩有感情。你就使坏吧。我没使坏。你就说反话吧。哎、老徐是这样，我现在手里滴了一根针，最近我跟俞伯宏学的扎针，你敢让我扎一溜够吗？从头扎到脚。那是他无知。你甭管怎么着，你敢吗？我不敢。还是的，他敢。你，我跟你说啊，孩子，你别说你女朋友没支持你，让一二把刀从头到脚给自己扎针玩，这没点胆儿没点感情豁不出去。我不说你做这事儿聪不聪明，但是我说你做这事儿，你肯为你男朋友豁出去。但是下回别干这样的干这事儿了，真的，万一扎坏了怎么弄啊？而且呢，你男朋友对你也有感情，你去想，你现在是他女朋友，你替他做的都是什么主？人家攒了4年买一辆车呀。那个车产权是他的，那他也没知会我。你又不是他老婆，你凭什么替他把那车租出去？你都能做他大额不动产的主了，而且你那事做得聪明吗？按理说，就在天津，如果有个事业单位的编制，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干了4年了，就有点腻了，腻了，枯燥了。觉得那个工作太平淡了。而且我还年轻，我想闯一下自己的事。你觉得那个工作一眼能看到头，对吧？对。所以你是希望能做一点带有风险性的。就是我想有一个自己的事业，闯一闯试试我到底行不行。对，那你的自己的事业在你辞职的时候有一个大致的想法吗？那当时想的多了。啊，你随便说几个。金融、旅游，反正哪个也没干成吧，到现在。我知道你肯定干不成。
但如果我问你你有没有爱好，你会说什么？有啊。什么？我就爱好中医嘛。那你为什么不学呢？我现在就是在学嘛。他又没有在学。那你不用说人家，我就问你，你不需要别人理解你，你为什么不学？我刚刚稍微查了一下，在天津中医药大学、医科大学都有培训，有继续教育，也有。进入192就要爱真情。我呢对他也不是有太大的意见，我就是希望他能支持我一下，我想闯一下自己的事业，怎么了？这有什么不对的呀？他就是总就是不能理解我，不能支持我，就希望你能多支持我，多理解我。那我也不是为了咱俩能过更好的日子吗？那这到你这怎么就成了我一点上进心一点事业心都没有，就怎么就成了吃软饭的呢？而且你总说我是窝囊，窝囊废，那我心里多委屈啊！我一个男人在外边一点面子都不要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就你这样，我也希望你能改改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改得掉现在这些毛病。谢谢两位，来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您说，还得回来对吧？还回来干嘛？装不出。
两个人双出。我觉得能出来出来，咱把态度变得积极一点。我觉得今天是男不出女出，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，广电5G 192，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